肺炎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，因为安尼，李伟蔡依瑜做了两万张亚温的检测卡，送予社区的老人食堂和各中小来使用，降低社区传染的风险。这个做好自我的管理是真要紧的一个代志。啊，所以咱嘛知影讲吼，因为咱伫嘉义县吼，啊，咱有足侪咱的不管是长照中心、长照据点，啊，是咱的老人食堂，啊，都是一个比较会属于咱的许多人会群聚的一个地方。啊，当然咱知影讲这个时候社区的运作还是得继续。啊，所以咱特地吼啊来吼，我就特别做这个额温卡啦吼。啊，这个额温卡来吼，咱家社区的咱家的阿公阿嬷吼，啊，因一人扎一袋，啊，大概吼早上量个吼自己吼可以做一个体温的一个控管，啊，发烧的状况，我们就会希望他可以在家庭吼啊来做好自我的一个防护，以及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。蔡依瑜表示。是大人做伙的所在，更加要做好防疫，所以准备做卡片，每个社区的时段会当随时扎的，只要把卡片黑色的所在打伫额头5秒到10秒，就当量出温度。安尼安尼，阿来用咱手环，用咱手环做搭咧，吼，安尼好不好？大家来。5、4、3、2、1，哦，正常，恭喜。这是我们村年纪最增长、年纪最大的长辈。啊，你几岁啊？啊，你几岁啊？高十八。嘉义县目前虽然无确诊的案例，可是长照中心和社区的老人食堂，拢是四大人做伙的所在。希望四大人会当随心在，做好自我的管理。防疫动起来！民众都回来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